只要我戏不散，大唐就不会亡。那就再唱下去吧。到底是人活进了戏里，还是戏本就因人而在？ 别紧张啊！好，哎，喂，哎，好，这个视角。哎，好，回来，没事。上来人这么多啊？是的，他其实并不是一个我们开场教学的这么一个，依然是。哦，他会，我，但是这个人有点多，因为这个他是被抓到的。 我得找一个机会啊！我得找个机会。但咱打得好，但咱打得好。就我，你看这两个，这哥俩一左一右的啊。喝一口药，喝一口药。我喝一，喝开了，喝一口药。哎，他们两个就是一条腿的那种感觉。安逸，安逸，安逸，好好，对，安逸。好。可以，可以，可以。哎，确实，感觉这个能轻松一些。喝一口，喝一口药。喝一口，喝一口。对对对，喝一个，喝一个，嗯。 等一下，他这个人有点阴。嗯，可以打的还挺好的吧？哎，还可以哈，还可以。风吹之翼，风吹之翼，风吹之翼，哎，风吹之翼。他其实是一个那个资源条，嗯。好，简单看一下，就是应该是他的一个特殊技能。你消耗这个风吹之翼的话，就可以释放一技能。好，一会儿再试一下，看看这个人啊。 再踹踹踹速，疯狂的踹速，用意试一下。哎，这个扫堂腿可以。嗯，哎，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在 PV 里面看到的，就是可以来回飞来飞去的那个房间？对对，它就是一个四合院，你可以从那个大门进去。哦哦，是个四合院。是的，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四合院布局是非常典型的那个攘院式布局。对，一个三进式的院。 啊，这个看起来就是很大啊，像是个豪宅啊，感觉应该是很有钱的人才会，对不对？但其实也并不是豪宅吧，在古代四合院也不一定都是豪宅，这就是更是一个像是中等级别的这么一个小型豪宅，嗯，还是有一些钱嘛，只不过现在看起来是废弃的，嗯，看起来还是挺大啊，哎，这还有一个啊。 你们继续聊，不要管我啊！我漏掉了。他的那这个居中的这个建筑，看上去比其他的部分要气派很多。对对对，要大一些。这栋是不是整个这是个庄园内最大的一个建筑了？嗯嗯，可以这么理解。是的，是的，是的。对，它是一个五进式的这么一个五开间。五开间，对不起，五开间。哎，五开间是。 是什么一个五开间呢？是什么意思呢？你看这里有六个柱子对吧？六个柱子，六个柱子，其实划分了这几个开间，就是几个开间，你数一下就五个开间。啊啊啊啊！就是连这个窗户也一起算上，对不对？我能不能在这里，比如说，是不是还有什么三开间、七开间之类的一些说法？其实三开间、七开间的建筑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们是在这里是参考了一个唐代银扇令的这样的一个对建筑形制等级一些规格。 进行一些限定的这样的一个参考记载，然后我们是参考了这些东西，然后符合这个主人身份的这样的一个中等级别的建筑，对，所以我们就是当时设计了这样的五开间的一个。嗯，啊，简单说来就是这个区域的主人他是属于这个级别，所以他就住一个这样级别的房子，是这么回事？是的，是的，唐代是有比较严格的这种对形制等级的一个规定的。啊，对，明白明白。啊、我们参考的大概就是这些内容。是的，是的。 啊，原来是这样啊，可以。这边应该是个厢房，是个厢房，哎，请你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不用，也不用。你也，我主要是看到这个地方，我感觉它是，它好像是能吃一样，我觉得就是。四足喷。好，我们刚才那个是一个四足炉。啊，四足炉。四足炉啊，是烤火取暖的。它其实就是。对，也是我们去参考一些唐木出土的一些文物，然后在他们的基础上，我们也会进行一些二次的创作跟设计。嗯。嗯。牛啊！那你们刚才啊，你们有。别。哎，你们刚才又说不是中等的，我觉得这个他们家还挺有钱，你看这个地方还有个院子什么的。
对对，这个、它这个、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筑呢？有没有什么？说法说法，对，它其实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古典园林的设计手法，对，像去打造一些一步一景的这么一个空间感。思思老师，是的，是的，我们会采取一些中国古典园林常用的一些什么亭台阁榭这一类手法，然后从中抽取一些适用于我们这些游戏的一些元素，像亭子啊、九曲梁廊啊，以及一些台子，对，然后也是想做这些做一些空间变化，对，嗯 ，OK OK。哎，他这里面，对，我台词还没说，你稍微等等。其实游戏设计里面也会去强调这种空间的变化，比如说你到达一片体验了一片开阔的一个空间感受，再到达一个室内的一个封闭的感受，同时再给你一些半开放的一些感受的话，玩家的整个视觉呈现会有比较丰富的变化，这个对于体验来说也是比较好的。然后这种九曲梁廊加上亭台的一些建筑手法的话，其实也能同样的去辅助我们完成这些体验。不敢打下面我就人太多了，刚才那个那一波群战我就是挺难招架的啊。来看一下这个火百万特效制作的帅帅帅，这个火照射在这个绸缎上的效果真的还不错。哎，真是效还可以，对吧？牛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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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可以搜一下，导演主要求，我们适当说完就好了，对吧？啊，对对对。可以看一下这个坐缆，对，这个也是我们参考了一些古代典型的。别晃！啊，好，不晃。古代典型的。就这个跑实际的同学。嗯。啊，停停，好停停，对，停，你可以蹲在那。你可以控制一下你的多动，对对对。嗯。对，这些栏杆呢，就是我们也是去一些考据一些相关的一些传世画作嘛，然后像五代的，那个闸口盘车图这些，对，我们也是从中提取了一些这一类的坐缆形式的元素。然后我们像看那个像柱子一样的小柱子一样的那个栏杆嘛，扶手，就是它是一个望柱，然后在唐代呢也是比较典型的，就是它会只在转角处设置这样望柱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对，我们也是去参考了这些东西。对，牛啊！你可以下去看。来。这里的话是一个鱼藻飞梁的结构，对吧？清水的一个部分。是的，是的，可以这么说，因为这边以前是有水井水池的嘛，所以我们也是会参考一些现有的一些现存的实例，像北宋的晋祠的鱼藻飞梁，对这些结构，然后我们也会参考他们的结构做法，然后在我们的游戏中进行一些设计。对，我记得鱼藻飞梁是那个北宋遗存至今的一个建筑实例。是的，是的，是的，就是现实世界确实是有这个东西。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我在，就是那个材质的话，我们选择的是石头，对吧？对，石材。这个也主要是考虑到它以前是有水井嘛，所以木材是会腐烂的。对。老林老师，那个我现在好像有点棘手啊，我在你们聊的时候突然有一些突发情况。没事，往前跑，往前跑，你可以。我躲一点的。你躲就好了。对。好，音乐变了，音乐变了。等会儿，等。哎，又来一个，又来一个，哎，就是让你去。这种时候就是会有一种刺激的感觉。那我要，这三兄弟。我看看啊，我能不能，我有点有点难受。回血。哎，治疗。哎呦，面具。刚才是谁让我往前跑的啊？没事，你再复活再闯。对，没事，应该还是能打过的。是的，是的。啊，没有。好像不太对啊。你防御，你拉开一下距离，给我来一套连招，拉开一下距离。然后我重新找回一下状态。对三应该试试，要么你试试。我试一下。就你，格挡。大石头急了，快！对，快！大石，你用技能，按一下。哎，可以。对。可以。你看准他们出招的时机。不要怕，直接满就对了。好像不太行，你要不喝口药吧？就不敢打吗？要不先喝。镜头太不是了，稍微下来一点，镜头下来一点。格挡。喝药，哎呀，破房子。
好像就是我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但是我这个战斗，但是我好我有点跟不上啊。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看你手都出汗了，满头大汗，看我很急，满头大汗，场面有点焦急。你要不喝口药？攻击没有药，不要怕攻击，攻击他没有、哦、他没有药了，但是好像我也不太，大不了就被反转回来嘛，对吧？也不太会。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好吧？没事没事，实在不行，大叔给你报仇的。好好好。问题不大的，格挡，再打，格挡，安逸，哦，啊，破架了，破架了，没有药比较难打，哎，哦，你要好了一点，好了一点，哎呀，大师，给你演示一下，来吧来吧，大家换人体验一下，你直接放弃，没事，你直接放弃就行，对，我冲头了，不好意思，没关系，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你要打这个的话，他不能硬莽了，因为他这是相对比较高级的一个。他真的是一瓶药都没给我留啊！你要捡一下那个吗？其实你要多用E技能，或者是一些预防万一啊，我去搜刮一点东西。可以。看看有没有哪个小怪还会掉一点药。不是，我觉得你不需要药也是可以打过的。我也觉得你不需要药。你要不试试？这话不好说。大不了就翻车嘞。我只有一个复活币。够了。没事，反正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是一直在翻，真的没有呀，行吧。我们这个啊，我们这场直播靠的就是翻车啊，靠的就是翻车。这话说的，捡个彩蛋来吧。来了，你其实不能去引刚才那两只怪的，就你要先不能去引那个精英小宠物，你要先把这两只先。刚才是跟我讲一直在往前跑，我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大师想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所以你就你先掉入进去。OK。好。对，你要多用一技能啊！哎，他，我刚才有很多我都没打出来，就比如说他前面会有一些白光啊之类的这个。对，风碎之翼，它意思就是说它会一个比较锋利的一个资源炮，你只要有了资源之后使用的技能。哦，帅，牛啊！大师老师，有过了，等一下，没有药了，我很紧张。都是导演组安排的。可以，三个图。哎，这还藏了一只。这边其实有个小彩蛋，有个小彩蛋。等，我还记得，我往外跑。没事。哎，这好像还有个东西，有个药，捡一下。哎，也是。怎么都是符？这投放还是比较用心的，对吧？嗯。对，你看你就有特殊的一些防御结果，对吧？这种动作的时候，你去点E的话，就可以直接派生出去一些啊，带。这个时候你就获得了一个。利海之面，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组队这边，啊，就会变成两个人，嗯、然后我摁一下，被挡住了，啊、你就变成了，对我就会变成刚刚就是跟我作战的这一只小兵。老林你有没有觉得他？你觉得他是谁？我觉得啊，来放大看一下吧，给大家来放大看一下他的，看一下他英俊的面庞，看一下他英俊的面庞。哎，有没有很熟悉？没有拍到你啊！哎，你在这哎！哎，他的那个，他没有这个的动作了。你稍他会有他。等一下他。没事，这个给他多留一点时间。看看他会不会有，推进一点看。哎，这个还是非常帅的。很帅，就很上进，我觉得。必须是很帅。那现在我们用这一只去试试前面那只精英怪吧。我没有什么把握、这个、没事你就正常打就好了。好的，他也可以用一只超个杀。哎呦不要再来哎呀不行回个血我没有血没有呀，那就算了，你尝一尝这个同学。哎又来，哎可以可以打，玩的真埋汰呀。哎不行豆腐都是羊沙子啊。我把刚刚那个角色复活回来，一下，继续。我要看他们。你也可以用他给你的那个超大招，这个角色受击的时候，他长的那个值是非常多的。你看你现在值旁边多了一个红框，哎，对，来了，哦，感谢大家一百万观众。哦，谢谢啊，妹妹，谢谢大家。我过了，有没有人看？一百万，谁看你啊？哎，来吧，就这么过了，就过了呀，就我。好。
哎呦，牛牛牛啊！哎，好强好强好强！可以控制一下，控制一下啊！回到这个，哎，不，你要先开个门。啊，对对对，来，我给等捡个东西啊，不用哦，捡到一个药，捡到一个药了，够了够了，哎，够了够了够了，不是你们是真狠啊！来来，走走走，这个门其实是可以打开的，对吧？对，我们可以交互，但是但是。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门是不是是个摆设呀？哎，他过不去啊，他自己家的门他过不去，有点说不过去啊，说实话。该捡。所以是身材的问题。所以是身材。有没有捡捡捡？哎，该捡。这个杨兵他该捡。还得这个小兵还得是还是。哎，我们发现这个走上去之后换了个氛围，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场景细节还是蛮亮堂一些，蛮丰富的。对对对，是的，是的。上去之后，大家就可以看到那个经典的 PV 名场面。你来了，药不需要了，我觉得你要不要挑战一下不喝药打过？我李记就一丝血了，你是不是有点为难？相信你有复活道具的，没关系。复活几次？名场面。戏这一段的氛围还是很好，还没演完。没错没错，我又来了。可以反复来，打不过就反复来呗。对对对，这是你来的意思，就是你又来了，你又来了，你又来了。对，二中物再见，我又来了，你又来了啊！这把剑，各位朋友。我现在有点紧张啊，没关系，真的有点打的。你看看我的剩余血量，我还在开局啊。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你还有一个小兵呢。主局，我们相信主局。行，我现在我跟你一样，给我一个机会把他复活一下。你就用这一只怪能把他打掉的话，也是非常厉害的。哎，看点不一样的，莽就对了，不要怕，一。太真，哎，对，撩剑，回去打，哎，太真漂亮，打出来了，打出来了，打出来了，太真相关的一些招式了啊！为什么我没有？我牛啊！哦，帅帅帅帅，我真的一口药都没有了，有点需要药，我觉得你是可以打过的，有点原先那个味道啊，哎，这个平面可以，有白条就用 E 的第三段，你看又长了一个小花瓣，对，就对啊，就这个能不能就是，哎，就让我们了解。其实那个准确来说它不是叫花瓣啊，也可以说是花瓣，就叫花瓣吧。哦，完了，大家可能去细看一下的话，它的那个三个花瓣组合在一起其实是半个面具的一个造型。哦，对，其实主角的一个入戏的一个程度，这个花瓣越多的话，它入戏的越沉醉，它的整个伤害就会越高。对对，一戏之妙啊，入戏的一个程度啊。哇，没有药了，我残血，我缩血了。我觉得你要能这样残血打过的话，也不太可能，对吧？那就用，对对对，大家失误了。你就用它来打。我用，那我试试用这个小兵打。你那长安乙抛个沙，我觉得他就差不多要跪了。哎，你被打空了。打空气是吧？有点。就演了。长乙，快，来了，来，哎，哦呦，哎呀，他好像他更帅一点。我修，再来，修，我觉得你可以的。没完没了呢。不是，他这个角色他有点难。好，哎，他轻松的绕过他的容错率有点低，这个兵。他转阶段了，哦，所以他的整个那个飞镖会非常的变招会非常多。我感觉这个 boss 他修就完，他的攻击欲望变强了。下阶段了嘛，他急了。哎。来，长椅，等会儿，我得。变招了，变招了！对，来，好，我吃了一套，我看得清清楚楚啊，一下被打中。还有一个，还有最后场景，还有一个呢。最我觉得你可以的，这也太难了。最后一分钟，没事，就差一点点，加油！不是，这。哎，喂，提到，快了，不行，我快了呀！其实主要你一上来那个一系，它是空袭，实际上你就少了一条命。但是如果说你加上那条命的话，绝对过了。怎么样？我觉得还是就是用那个
凉兵啊，还是有点难。这个我觉得凉兵，确实凉兵是肯定有点难。小兵，我觉得小兵确实是难一些。可以邀请另一位同学，我来，来吧，醒醒，醒醒老师来，醒醒老师来，人换人换，好，我们醒醒来演示一下。来 ，Switch。但是我怕我翻车。没事，我们的目的就是没有大事，靠的就是翻车啊。这个翻车是今天的节目基调，是由翻车组成的。你不会打得比我差。其实要多用技能，然后注意 boss 的动作。对，他要出招了。对，防御完了之后用 E 就对了。对，就是感觉这个 E 的是比较强力的那种感觉。没错啊，做到。而且你看 boss 像掉红的时候，这个 boss 是怕锋利的，他会进入到流血状态。哦，对。啊，就锋利，就是我们。你看现在又长红了嘛？这个白色的那个技能。没错。这个角色是主打一些锐利效果，因为剑的属性在武术当中也是主打技巧跟偏锋的嘛。嗯，对，用技巧去划伤敌人。哎，那就是他会怕这个。哦，是。啊，差点错过啊！还原 TV。吃药，没药啊？那、就是、哦，没药。哎，这是复活吧？复活。他会怕锋利的根据。那我用切回来，用一系经验是好打一些。哎，好，你看又流血了，对，因为刚才那个长，漂亮，这个好帅，哎，没打到，再来一下，好，你看花瓣又上去了，这是 E 的第三段，哇，瞬间再撩剑，瞬间回旋不到，全挡住，没事，很稳，可以，啊，破发。我是不是不能说话？感觉在哎，没事，有一安一就对了。啊，又上，你上三两个滑板，可以再上一个，没事，不着急，按这节奏来。boss 下阶段哦，全挡住，刚才有全挡住了，变多了。喝一个吧，喝一口。没有，你好意思说？不是，你把药都喝完了。好，我喝了，你们都没得喝。没事，还有机会，再切回来，用一技。等一下，再。让我再修一下，它这个还是对，我们现在这个复活的机制是没有暂停游戏，所以要掌握好那个复活的时机。哦，哎，啊，这下就帅了，漂亮！哦，哎，快，对呀，就是没有那个原汁原味的感觉的啊，就大家想影视原汁原味的感觉，要想不想看 PV 名场面再现？那对，我们来看看，七聪老师来啊，七聪老师来给我们，我稍微演示一下，就是怎么去用这些角色的一些机制。好，好，来，往回退。嗯，翻车应该不会啊，没事，这个主题就是翻车啊。翻就完了，那可以画面没事，你总不至于比我们打的对吧？不一定哦，就给你把 flag。主要现在不紧张嘛，就应该没什么关系，对吧？哦，不用喝药，不用复活，不紧张。这过场我们看过了，要不就跳过，跳过吧，看操作，来吧。这教学，哎，对，不紧张。我说一下吧，就说我们他虽然教我们不是一个右键防御嘛，对吧？嗯。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防御手段，比如说就是这个五剑花，你看。哎，没人打我。很尴尬。哎，你看这个五剑花的这个剑花是可以有一些防御效果的。嗯。对。是的。你看两下全部挡过去了。他有没有一些就比如说关键的动作呀、啊，或者给我们一些？提示之类的，你看这个刚才就是一个动作，就是刚刚他那个剑上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就是啊，我有看到小的那个特效一样，我有看到，就是他就是挑的这一下，啊，哎，往上挑的这一下，是的，会出现一个就是怎么说的，说花瓣哈，你看注意防御，你看我的结果动作变了，看到吧？有，当他这个这样过来的时候，你按个 E 的话，就会触发一个撩，哎，这拍我是吧？来再演一遍吧。很欢迎，对，其实这个就是风吹之翼，它其实就是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对，继续，断电，
挡路的。大家理解一下，第一次直播。第一次直播，其实不会特别紧张。很紧张，真的不紧张。哎，这个处决可以。对，敌人有一些连招，比如说二连击、三连击之类的，其实多半会给他的那个，会给我们操作留出些空间。你只要正确的一些交锋的时机应对的话，你都能触发一些特殊的一些结果动作。对，而且好像是每一个最后一下好像都不太一样哈。对对对，每一个变招之后，我们说的是 PV 场面嘛，对吧？所以就是这里。哎哎，没毛病，没毛病，对对对对对对。只是被打。只是被打，只是被打，对，多被打了一下，演示一下我们的射击的一些反射动作。啊，对对对对对，可以可以。而且我们的敌人好像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的，就是射击，他会进行一些攻防转换。嗯，没错没错，对。因为我其实当时在设计这个战斗系统的时候，会非常，因为我个人会喜欢动作电影就比较多吧，所以可能会是在战斗系统当中想传递出那种攻防转换的一个交锋感。对对对 对, 对。然后台词。台词。什么？看一下剧本。什么？还是紧张了。我知道。对。嗯嗯。对。就比如说我们在进攻敌人的时候，敌人也会把我们反转回来，然后敌人在进攻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它反转回去。我们的这个回合数是，比如说是这种来来回回的感觉会比较多的嘛。哦。也就是我们会在进攻和防御的时候都会去做这些派生的一些手段。对对对对。对，刚才有看到啊。对。你能睡了只小怪吗？对，这个人怎么？我们要讲武德，还是不打他了吧？不打，不打。好好好好好，年轻人啊，年轻人。对，反正都是睡嘛，对吧？啊、就换一种姿势睡在那也好。好的，好的。说到这的话，其实这边，它其实这个房子，它是不是一个叫四川里面才能看到四川服的一个歇山顶结构，对吧？是的。而且它是一个九级的。是的，这画风，这话题跳转的时候越快啊！就是刚刚那一遍的稿放到这一遍来说了。对，刚才这一趴给忘了。就九级的概念，要不吃吃来讲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对，其实这间屋子呢也是有一定的规格嘛，它的主人身份本身就是有一定的规格等级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设计了一个歇山顶的这样的一个屋顶形式。对，然后在也是中国古代一个传统的建筑屋顶形式。然后我们大家也可以数一数它一共有几个脊。对，脊就是指这个东西啊。是的是的，屋脊。这个是一个正脊，对吧？对，是的。然后这边是第二个脊。嗯，可以可以。这是第三条脊。是的。大概反正大概就是一共会有九个，第四，对，第五，然后这边有四个，六七，嗯、六七，啊，先捡个东西，啊、先捡个东西，捡个药，就是长成这样的，它就是八九歇山顶，对，所以这个歇山顶可能也有别称，也叫九级顶，对，嗯，像这种一般中等级别的一些建筑都会是歇山顶，对吧？嗯，这个也不一定全是，对，中等级别就是歇山顶，歇山顶的等级呢，其实也是有一点高的，对。当然这是要看这个主人的身份等级到底是什么样的级别。对，就是咱们游戏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这种，嗯，或者更高或者是的是的，比它更高等级的屋顶形式也有，然后这个呢我们以后也会出现的。对，嗯，你看两只防御，你看出结果撩剑回旋，哦，这个好看，哦，这个好看，对对对，但这个我们打不出来，打不出来。这个我不能稳定。这个对对对 对, 对, 对，这个机制可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应该会好。好，我先把他们给讲。这个其实我也打不出来，因为我们请的是那个世界武术冠军帮我们做的动作，哦，他这个动作要有很强的对武术的理解以及身体的一个那个训练才能打得出来。快来了，来了来了。群战的时候我们可以多用异技能，因为我们的这个剑花都是具备一些防御的一些属性的。对，因为这也比较符合说。在剑术的一些假想敌里，我去喝个药，喝一下，喝一下，喝一下，不怕不怕，没有关系。这扫腿也是能扫多只怪的哦，你看，嗯，它也是具备一定范围。剑花，哎，没挡住。哎哎，把这个的声音好像也还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啊，它是一个弓箭手，因为它拿的是木弓嘛，所以你在跟金属或者是跟木质的材质发生交锋的时候。声音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啊啊！那跟我想的是一样，那嗯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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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边是有一个这个你们知道的，就续刃续刃之面，对吧？厚重精巧的面具，圆月般。大家别读了，别读了，别读了。大家看一下，对对对，它其实就是我们 PV 当中看到的那个刀客的角色啊，你可以介绍啊。哦，对，帅帅帅，对。就说怎么说呢，
哇塞，这个在火光下的效果还是挺好看的，是吧？也还好。展示一下脸，展示一下脸。没说一点都不。对。满足下完成一下任务，完成一下任务。我演示一下怎么打，因为这个角色的话，主打的其实是一个沉重的一个状态嘛。比如说，来，我先蓄个力，哎，又被打了，他掉了。翻车，不可能翻车。你看，他很快就会破防了，对。哎呦，打得很有厚重感。对。你看，来，哎呦，哎，这个人有点不给面子，不是很懂事，这只怪。对。包括我在弹反的时候也是可以直接进入的。哦。哦。哦。你们弹翻了，弹翻了。感觉他每一下攻击更有力量。对。感觉就是特别势大力沉的那种。是的。感觉对方有点招架不住。对，哦，因为刀的话主要讲究的，它可能是一个就是劈砍为主嘛，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刀如猛虎，剑枪似游龙”之类的说法。牛啊！那我们是不是接下来就可以就在这儿再复现一下 PV 里的那一套操作？我试试，应该没什么问题啊，对吧？先磕个药，话不说嘛，可以切换的那种哎打法啊。这个角色的机制，剧情到此刻应该先讲机制。嗯，我们先把机制给讲了。是的，是的。它其实是你们看到这个资源槽这边有个小缺口，看到了吗？一个小缺口加一个黄色的条条。嗯，如果我这个在小缺口之下，我去点上异键的话，它会自动给我冲到小缺口之上。到了小缺口之上之后，我就可以进行异区力，把我的资源条改成一个月亮的半月或者是圆月的形式。哎，我试一下。好，你试试。我试一试。来，你试试。我看这个，我有点感兴趣。你别进账了，哎哎哎，冲的还挺，还可以啊。对，你这样很轻松的冲到了这个黄色的这个条条，它是一个完美蓄力的感觉。这个时候你再去蓄的话，就可以打出满月。满月啊，满月的话就是一个超高属性的一个啊，一个跳劈的一个状态。它这个跳劈最后一下好像也不太一样啊，动作也不太一样。对对对，还是比较那个的。它就感觉更强力一些啊。没错，张力更大一些。我们用这个来试试。来来来。哦，来了，再接回来。可以，啊，直接接上了啊！你看满月劈一下，他准备就跪了嘛，大概就是。啊，这么简单，对，就有手就行。你看他都已经怕了，看着是有手就行，自己操作的时候。还要练一练，还要练。哎呦呦呦呦呦！帅，那被打断了，被他给帅到了啊！还挺厉害的，为了这个怪不按剧本走。哎，对，这个味道对。哦。再来一个满月，他就准备走你。哎。一切不是不晚，别着急。哦。啊，他们两个呢也是，就是包括主角最后一下的也是那种啊，体现出刀和那个剑的那个区别。他会有些击杀的一些特性。动作有些特性，就是我们会通过这些动作设计的细节去表现去凸显角色的一些机能或者是性格之类的。对，一个是会比较飘逸洒脱一点，这个是会比较干练一点啊，因为这边有利落桥段嘛，所以这个门的话就不开了。哎，我们跳一下。其实除了跳过去的话，我们还可以比如说通过这个墙面侧踏墙嘛，对吧？可以，你看这样灯，这个跟前面的那个地方的演示是相似的，就是都是可以通过一个侧踏的这么一个操作，然后越过一些建筑。其实想怎么走都是可以的。那它这个，等一下，我刚才我就有点好奇，这个木头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木头，因为这边是凉兵占领的这个村庄，这个庄园作为一些营地，所以他们会用那个车去运输一些材料。所以你看到地上的车辙印，对，它是这么形成的。包括这个车运输的多的地方的话，你看它的草其实是分布的不那么多的，但像车走的少的地方，它的草就会长得比较杂乱一点。它其实都是一些生态的小细节，对对对，生态细节，可以，这些生态小细节很丰富啊，看着。对，包括这些草的颜色啊，还有一些去，因为为了去塑造一些荒凉感的话，我们都会在颜色、光影、氛围或者是一些元素的选择上，都会非常精细的去挑选一下，对，尽量做到我们觉得还不错的一个状态。有感受到。那我们要不用这个角色去打打 boss？ 可以，看点不一样的新的东西。你们看过了，对，也要的话，主要是给大家看重看一下。给大家，其实是不用吃药，但是你别不要这么厉，
不用这么极限，其实可以剪。我不用就好了，但不用。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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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他不用。这边是自动切回去的，嗯，自动切回去，因为进剧情，我们的是主角进到过场，所以他会自动切回来。我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跳一下。那这过场我们也可以跳一下。跳一下，还是展示一下你的那个唐刀。然后看一下，这里面有我的内容。对对对。刀呢？哎，对，好，这一把就是这一把，这把唐刀，好了，展示完了，我们先去。展示了，但时间不多。哎，他，对对对，开场先，因为就是这个味道，对吧？对对对，开场先翻。可能好奇问那个字，它是一个技能体系。这个我们在切换的时候，好像确实是有一种，就是好像真的可以有一个防御的一个感觉。就会有一个力量打我，快退了。好，先磕个药，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好好，莫慌莫慌，我不用货币。有足够的药。哦，这个是也可以切角色，也可以切角色也可以防御。哎，对的。啊，这个真是手艺。你看我这个大体就很硬，我就可以硬扛他的招式，打断他。这就是不同的一些打法。好，他完了，我给他一个满月。来看一下伤害差距。哇，哦，这血掉的好，有点啊，有点高。给你开一个大，我先给他三个流血，啊，再切回来。硬吃，来。哎，打了套空。他流血掉了，我再给他上一个流血。咱们刚才那个格挡是因为切角色之后形成的吗？其实你切角色它会形成一些那个都会有自动的一些招架的一些属性在里面，只要你切的时机正确的话啊，就是会相应的给出一些反馈。对啊，哦，哇塞，哎呦，我老是被他，我老是会被打断。哎呦，别冲了别冲了别冲了，赶紧跑。翻车了、不用复活药，角色的死亡动作都是可以演示一下的。啊，我先给他上一个封印，莫慌不着急，感觉很把他救起。好，哎呦呦，硬刚就对了嘛，反正凡事就是忙。哦，可以可以可以，哎呀，还不还差一下，来了来了来了。哇，这个漂亮漂亮漂亮，可以可以，我这回牛了，真的是啊，每个角色击杀肯定都会不一样嘛，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后面还有什么内容吗？就比如我们之前还有一些组成啊什么的，有哪些东西是还没忘了的吗？等会儿那个地上那个，为什么？对啊，我一直在想你们为什么不叫我去捡呢？对呀，捡一下。不是，我还没到这个流程吗？我嘴快了。这个关卡，其实我们为了去展示一些更多的内容的话，其实是做了一些特殊的一些设计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这哎，秽语之面，阴郁复杂的面具。这个秽语之面其实就是刚刚处决掉 BOSS 之后出现的那个 UI 界面上写的。对，其实它代表的是你跟它产生了一些共鸣，嗯，对，你理解了它的一些立场之类的，可能你就能有一个它的一个面具，嗯，比如说这样的话就嘣儿，好好看一下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秽语之面，是蛮帅的。我这个更帅啊，这个走路的这个感觉。什么男模？不是，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么一堆全都是兄弟啊！我们的女性角色，我们之前随机的遇到，别着急，啊，有慢慢来，慢慢来，都会有的，该有的都会有。拔了一堆啊，满头大汗，因为这次主要，确实满头大汗，满头大汗加满头大汗。这次我们主要是以 PV 当中的一些实际内容为展示，所以对我们主要是展示 PV 中的一些内容。那我们这个切换，它是只能是这么平地切换吗？它，你看我在冲刺切啊。哦。他也是不打断三 C 的，我看一下他是跳一跳，哎，其实你看这个地方非常远，对吧？但是我们是没有所谓的那种二段跳的设定嘛，只能跳一下，对，但是切面具的时候，等，啊，就他，哎，他就会有一些每个角色他的这种切面具在空中的话，都有一些不同的属性，他就能到达一些不同的地方。哇，
可以可以，对，能达到一些这种效果、哦、就是把切人和这个三 C 也三 C 玩法、哎、这个切人还确实是很关键的一个、嗯、就是挺百搭挺适应的一个，对，你看这个地方比较远对吧，我们就、哎、其实不那么远，哎呦兄弟来了，哎呦哎呦，我刚刚没打这只，是的，来我用它演示一下，其实我们这个房子是不是也有一些，嗯，打完这个再打完这个看一下，打完这个再扣你也跳我也跳你居然跟他打得有来有回，哎，这个房子确实是看着，我是看着很眼熟哈，嗯，它是那种是土房吧，应该是，我看着这个砖应该叫夯土房，夯土加茅草顶，对，但是跟我之前啊，我家是北方嘛，然后之后我就看到之前会有类似的建筑，就是小时候也住过这种房子，就是它也是土来搭建的，然后哎，这个我也可以讲一下啊，对对对，啊、你来讲就好，对，生活过的人，对，我住过，好吧，对对 对, 对，住过的人肯定更懂了。他这个就是家里老人也是跟我讲，就是说，哎，他为什么用土呢？就是因为土的话会有一些就是像保温的一样的一个功能啊，就是它会有一些个比较冬暖夏凉啊，然后之后外部呢就是气就是温差会小一些，是的，对吧，是的，因为土这个材质本身它的这个导热性、啊、这隔热性比较好，所以说我们通常在北方的话采取这种材质的话，它能达到一个冬暖夏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而且这个取材也很方便嘛，就去取材嘛，对对对对，是是是，我为什么没有牛啊，牛啊有点演了，有点演了我刚没有注意他的血，没看你的血、嗯，没事，你们继续说。啊，这就是现在是天气天亮会亮一些哈、啊嗯，我们也可以再看一看，再看一看，就是这个场景的一些结构啊、嗯、布局啊是之类的哈。哎，我发现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跑这个瓦片的这个效果，这个声音什么的，好像比之前 PV 演示的时候要对要有对对对更有感觉一些，就是他的这个声音。因为 PV 当时我们主打的是一个叫情绪或者是叙事嘛，是的，所以当时在一些布怪的一些。时间上啊，或者是情节上面，或者是在情绪渲染上，都会以叙事为核心，所以像音乐氛围的一些音乐的平衡就会拉得比较大，嗯、可能会把瓦片声音给盖住。嗯，对对对。啊、哦，对。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它这个地方，就是我可能我知不到哈、啊，就是我说一下，上面是有瓦片，然后就下面它的这个木头呢，又像红色的，这个我没太看懂这个结构。它其实这是我们模拟的是去推演过一些破损，嗯、比如说我们想要这里是比较破损的话、嗯、其实我们可能不仅仅是画一些比较好看的破损的造型，对、可能要去推演一下，比如说这个地方因为已经有一个泥石流的一些坍塌了嘛，所以你看小兵都能到这个房屋顶上睡觉，因为他好上来，你看、啊、他好上来、嗯、那上来了之后呢，他人踩的地方比较多嘛，那他这个地方就坍塌的瓦片会脱落的比较厉害，嗯，那像这种房屋的一些梁架结构的话，它木质的可能就是破损的一些方式就跟瓦片会不一样，嗯嗯，哦，包括你看这个地方，因为会有一些雨水的侵蚀或者什么的，像杂草啊这种青苔啊都会长出来、嗯，对，包括一些、啊、有看到，对对，枯叶上面还会长一些生长出来一些草，没错没错没错，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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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是挺自然的那个感觉，因为我们这边会比较注重一些生态相关的一些内容，哎，你刚才有讲过一个。是泥石流是吧？对对对，它是因为它是泥石流导致的，是什么原因？就是你看这边这一片的这个景致，哦、它就是一个自然灾害，啊、都有交代，就是、山体滑坡的效果。就是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泥石流呢？让刺嫂是刺嫂给我们哎，这个其实呢，更多的是也是出于我们的一些游戏设定。对，然后我们这片庄园别业呢，它其实是处于一个平原和黄土原的这个交界地带，然后呢，它是背靠黄土原的这样的一个形态。然后呢，就是我们根据我们的一些设定，这边呢其实以前是有池水的嘛，池塘，而且它还有一些地下泉眼，然后直到这些泉眼呢比较漫溢出来，然后这些沙土呢它就会逐渐的被侵蚀掉，然后沉降，然后慢慢导致了这个地形的下陷、嗯、以及一些泥石流啊坍塌啊这一类自然灾害、嗯、对对对，也有看到啊，这边还有一些是的是塌掉的这个房檐，其实它这个庄园原本的面积是要比我们看到的面积是要更大的，是的，可以的，对对对，这个其实也是合理化的一个思考的一部分吧。嗯嗯嗯嗯。但整体感觉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demo 跑下来，会不会有一种没玩够？没玩够的、啊，就那肯定啊，因为
那么多的内容不能这么一次性就放出来吧、嗯、就未来还有很多机会跟大家再展示，比如说我们的超大的、哎、对组成什么组成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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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这次主要是以 PV 为核心嘛，所以我们就主要跑主要是讲和 PV 有相关的、内容对对对对对对